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跟四哥继续混饭吃，今天不是混我的啊。那我今天去混饭谁的？混老陆的。哎呀，今天中午吃的太饱了，我后悔了。混大餐的，中午不应该吃那么多的。哎，在吃过没有？我带你出来了。我们都见面了这么多次了，你还不是不会比较表明的哦？要是你要弟弟的话，比较凶。你看中哪一个菜了？汉堡包，汉堡包哪里了？汉堡包，你乱喊！你以为是我们那个电梯上面贴的汉堡包？啊，后面是什么？汉堡包。不是汉堡包，这个不是的吗？陆夫人啊，你看偷偷带夫人来也不跟我说，我都光明正大带我老婆来，你都不跟我说。以后还要帮很多。Hello。遮鞋带加锁要注意了。没有，不是，他总是给我惊喜。他说遮家带口。你看没有？没带来。没带来。啊？你头发一直掉的又很。那。啊，我蚂蚁也得是。蚂蚁都要掉下来，我跟你说。另外一点啊，听到没有？四哥，他跟着陆总走，什么都会有。对，啊，你看，所以我现在做陆总那么近，你看怎么说啊？啊，资源这一块，啊，有想法也好，有做法也好，做法也可以，都能到位是吧？都到位。你看，哎呀，100万又到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陆总，我发现人家消费一下就很开心。真的，其实那么久了。一直也会看的，感谢陆总，感谢陆总，我们一起走完人生更高的高度。十年之后退休是吧？十年之后我四十六，46也到退休。那我刚好41，你到了，你给我到5年啊？臭不要脸，这么多啊？41的他跟我说退休了，那个四哥那里搞辆那个车。搞辆奔驰，我陆总出租，没问题。没有，我换了，我把那辆白色的，然后你拿去卖，然后找辆那个小一点的那个，底盘高一点的那个奔驰。我不刚好有一台那个白色的，也是白色的，哪里都可以开。然后呢，高底盘奔驰 GLA， 那一辆应该有车。好吗哈？给你换一辆奔驰 GLA， 拿那辆白的去给他换，然后多出来的一点钱，陆总掏。这划算啊！我以为没有，我以为多出来的钱拿来吃饭呢。讲这种是吧？保时捷，我先开。保时捷，反正陆总说多，他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先开。
那个小四哥那边的合作，还有的打，有的打，到时候弄一个那个展示柜，展示柜，对，展示柜放到了，过两天就可以，过两天就可以落实，然后呢帮你组推那个，对，你搞个小音箱在那里给它扭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对，啊，对。展示柜放他那边，放一个。难怪前两天就说送我一套音箱。原来这个搞得一毛好。我那里有很多音箱，新的我说没用的，我说送一套给他，是吧？然后你那个车子的话，你也别赚陆总的钱，是吧？嗯、然后你搂过来，陆总呢就我把我的那辆转过去给你，然后你一点点加价，把他的换成一个奔驰就可以了嘛。好事，好事，漂亮。就这样呗。就这样啊，而且你能够 U 盘过去啊，我 U 盘过去，然后你奔驰出来，陆总中间商不算差价，合作共赢嘛，是不是？一定来，陆总，发财一个，哎，燕总，陆总，你看直接去了几台了？意思我也要一台，我也要一台，你很快有一台的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看到你这种起码要一台那种底盘这么高的，不然驾驭不了。爷爷，你要那个避震可以那种放的那种。杨总，你要出一点钱哦。两个人，我赞助，攒够一百，三百。嗯，那个还可以，长城那个改的话就有那个一米多了。业余的可以改，要不然一个月定休。对呀、啊，这么高、啊。那加两个底盘的人，加那避震的人。你们慢慢加，我不换车了，我不换了。我搞了那个奔驰过来，那个这又短一点的，底盘又高一点的。他那个车他老是嫌那个底盘矮，那个开车又长，那个车太长，短一点。刚好又是搭了那种一底，管得了，管得那么多。陆总那里是越刷越有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总觉得陆总的越杀越有，那个每杀都有。啊，保时捷先不换牌，行，等你给你两个月的时间，看你后不后悔啊。你要不后悔的情况下，我就去换牌；你要后悔的情况下，先开的那个先开的先，先用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稳，合作的。那陆总早就是稳了。跟着陆总走，什么都会有。二天话，陆总，我有的预感，一定了还有几台车要成交。哎呀，不止这么两台。陆总也要换车，格局小，你格局小了。他再换车的时候又多一辆那个宝马，假，他要换叉七。哎呦，我这边助理每人我都会来那个三系的。哦。豪气，二天我看到三系一律呢高两千也收，我都跪着等你啊。35。啊。反正专门挑宝马的啊，没有，还有那个越野版的那个版型啊，还有三五版的，三五版那个是雷霆，威霆版的奔驰吧，威霆啊，威霆。没事，到时候我要去捡，你使劲换，我使劲捡，你换我就捡，我换我就拿。啊，对，阿长，然后我换，你又拿哦。我拿你的。你拿四哥的，我拿你的。我等你换。没有，我们两个再预谋一下。好，再预谋，再等你去。全部拿，我们又拿来。好，又拿别人的。可以。赚了一圈又回到他手里面了。我拿改个颜色，改个内饰，差不多了。到时候陆总说怎么换来换去，钱不见了，车还在那里。车还都是这几辆。一般就有，一般就有。感谢陆总的盛情款待，又得换车，又得吃饭。过两天去四哥那里去弄一台奔驰，然后看一下给宝妈换一辆车。好，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其他的事情先。拜拜。